做包子那个有这个馅有多，所以的话我今天就把多余的馅做另外一个吃的，叫肉馅的汤圆。我现在先弄肉馅。破的我就先破的跟那个完好的都一起放，看一下会不会热。先煮个十个吧。好，起锅。这个汤圆破了一个，刚刚起锅的时候是太少了，然后粘锅了，所以破了一个。然后这个的话
整个汤圆比有饭的时候大了一些。